欢迎您收看大爱隐形观，我们给大家看下列两幅图啊，请您注意到这下列两幅图有一些这当然先看其中一幅啊，一幅图啊，这个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在火堆前面，这整体的一个居家状况不是太理想，这里还有一只这么大的一个老鼠在那个地方啊，那这是一个女生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大概也是类就是描述同样一个女生啊，那请您看看这两幅画之间您找到有没有说什么很特别共同的一个点呢、啊？这个女生两个都蛮漂亮的，气质出众。好，这个当然也是啊，这个打扫环境很辛苦，这个也是啊。不过呢，要跟大家谈的，请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很特别，都只穿了一双鞋子，只穿了一双鞋子。这个当然鞋子的一个造型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画家画的，但是都是画同样的人物啊。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啊，可能猜得出来，他画的对象是谁啊？灰姑娘。Cinderella 灰姑娘啊，所以灰姑娘她平常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她这个继母对她非常苛刻啊，所以她要在那边打扫那样子很辛苦啊，可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宴会啊，王子啊主办的一个宴会啊，他也希望能参加，于是呢这个他就这个不是只是待在家里啊，他总是希望也一起能参加的时候啊，就祈祷，那么有一个仙女出现了，然后就给她这个稍微啊怎么样变装啊，然后啊给她一些特别的一些像南瓜把它变成这个马车啊，但是叫她12点一定要回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灰姑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她就是把她那个脚，当然后来这个脚因为这个鞋子啊，因为这个12点过后啊，快到了，所以他临时匆匆的跑掉的时候，这个鞋子掉下来。那后来这个王子啊，就按这个鞋子的大小啊，来去寻找他心目中的这位美人啊，佳人啊。那这样的一个王子与这个佳人的一个故事啊，我相信是很特别的故事里面我们常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啊，所以。脚循着他的一个脚丫子的一个大小啊，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人呐、啊，是蛮这个可行的一个方式啊。这是在故事里面的、啊。但是脚丫子、啊、每个人之间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是蛮大的，大小啊，之间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没有说那么样的一个明显。所以啊，要从这个地方去判定是谁的，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不过这个脚丫子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另外跟大家谈又。要量一个脚的压力啊，脚压，但是不是那个我们脚的形状的脚压，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啊，好像这个病人躺在这个床上，然后啊我们的技术人员就会在他脚这个地方啊缠绕起啊不止一个，好多个，在这个脚盘这个地方，在小腿那个地方啊，然后弄上一个这个氧气的我们的一个监视的一个状况，然后把那个压力打上去以后，各个不同的一个点，我们就可以测量出啊，譬如说在这个地方测量出这个压力到底多少的一个状况，那在小腿在脚踝的一个压力坡形的一个状况也都可以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得我们对于这个脚。这个地方啊，它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状况，透过压力，透过图形，让我们对它的一个状况更加了解啊。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个病人啊，临床上出现症状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啊，都会比较晚一点啊。那量这样的一个压力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它跟我们量血压的一个状况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原理啊，血压的时候一样，我们把这个压力打到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慢慢给它下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在那个血管啊就有血流可以通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舒张压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大概那个整体的一个通过状况更多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定啊整个压力的
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形啊。这个血压当然我们也就了解，我们量这个地方血压，它反映的不是只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手部血管的压力而已，它反映是全身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脚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啊也是需要跟手这个地方的脚，这个血压做一个对照，也可以让我们对全身血管的一个状况多所了解啊。不要等到发生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才来这个想办法，这有时候啊会非常非常困难啊，事倍功半啊。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脚，大家就可以读得出来，这个脚的颜色基本上末端的这个颜色都是不对的。我们正常的一个颜色应该是比较粉红色，这个不但浮肿以外，颜色也变得比较紫色一点了。所以临床上啊，这个病人不是只是说是外观上比较肿痛这样的情形以外，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会产生出来。那另外像这样的一个脚，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脚趾头已经是黑掉，然后这里也有一些溃疡的这个状况，这都是因为末梢的血液循环发生问题啊。那如果这个非常严重了，黑掉了，我们再来做处理的时候，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常常要考虑截肢啊。那像这样的一个病人，是不是糖尿病啊？不是，不一定是啊，不一定。大家印象中不要把糖尿病跟这个周边，这个脚的一个病变啊，都画上等号。有时候他没有糖尿病的，只是单纯的周边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造成血液循环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病人在脚部出现这么严重的变化之前啊，他基本上会有症状的。症状是什么？会痛。这个痛啊，当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痛啊。所以啊，我们就要抓住说他有痛的，可能走路啊怎么不舒服的现象，就请他来做这个检查。甚至于有些只要年纪大一点，我们基本上做这样检查也有它的好处啊。为什么有它的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在脚踝这个地方的一个血压跟我们在手这个地方血压做一个比值啊，如果小于0.9，那么这个表示啊，这个理论上脚这个血压要高一点，它反倒比较小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地方的一个血液循环已经很有问题啊。那它所代表的意义也绝对不是只是脚部的血液循环有问题而已，它代表可能是心脏也有问题啊，全身的血管也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检查，只是量脚压而已啊，跟我们的手压一起来做一个对照的时候，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那刚刚提到那个疼痛的一个症状很特别啊，就是跟我们那个走路有关系啊，大概走一走以后啊，这个不舒服啊，痛的一个状况会明显，要休息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症状才会缓解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个叫做间歇性的跛行啊，好像是走路不太顺，但是走几步没问题，走一段时间以后不对。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跟我们下肢的这个地方它是充满着肌肉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多，它的血液循环呢、需要量也比较大，所以啊这个血液循环不够嘛，所以一开始还可以应付啊，走一步一段路以后啊就不行啊，所以必须要停下来坐着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继续的走。所以出现尤其家里面呢、有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病人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啊做进一步的检查。除了刚刚的那样的一个血压的一个量，脚压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给他量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做像这个是核磁共振以后的这个血管摄影啊，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啊正常应该是这样子，非常通畅往下的一个状况，在这个地方啊血流已经中断了。所以这个病人难怪会血流不够，他就出现这个痛，还有有些时候这个局部已经产生溃疡的一个情形会产生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啊，那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是不是局部要那个地方开刀等等啊？不一定，现在我们也可以借着心导管检查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把那个有问题的这个血管啊，我们再把它稍微给它撑大的一个结果啊，譬如说这样子啊有问题，我们给它撑完以后，这个血流啊又恢复成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啊虽然这个好像很奇怪的检查，可是对我们的一个帮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脚丫子的一个形状也要量啊，脚的压力也需要关心一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